你下回再自己省钱，我泼的不是白开水，是红血水。你没有现在，更没有未来。你这张脸根本就是恼羞成怒的丧家之犬。陈建宏，你干什么呀？今天的男主角来不了，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了。这房子是我的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我买给我女儿的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告你私闯民宅。娘家的故事之爱的陪伴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。